欢迎收看音响世界，我是黄慧玲。朱宗庆打击乐团冬季音乐会即将开始，过去他们曾经以动画为主题在舞台上演奏美国和日本知名动漫主题曲，今年的冬季音乐会将会演奏经典的电影音乐。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音乐家来跟我们分享，首先是朱团的首席音乐家吴佩金。佩金老师好。慧玲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朱团一团的团员李佩洵，佩洵老师好。佩妮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片段是哪一个动画的主题曲？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是埃及王子，那这是我们2006年的时候的音乐会。对，就是以动漫为主题，对不对？对，以前那个画面就马上又跑出来了。有，刚刚两位老师还在棚内唱歌，对，而且还刚好站在一起，对，在舞台上。那刚刚所看到的版本呢，是张琼英她特别帮我们所编写的。是，那个歌声呢，就是在描写我们埃及王子里面那群人被奴隶，那他当在工作的时候彼此激励所唱的工作歌。所以刚刚是一边演出，然后你们在台上要一边唱歌唱。对，哦，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们还讲到埃及王子还有一段很特别的，是上台的时候要用铁链打彼此吗？对，因为我们其实也是也没有彼此的，因为其实就是编曲家他要求有一段是需要用到铁链的部分。对，因为我们是用铁链来模仿，就是奴隶他们戴上的那个脚铐，所以我们在演奏者本身就是要拿着那个铁链。那当然我们实际上也去找了很多，我们有试了各种不同的材质啊，是比较重或比较轻的，发出来的声响就会比较不一样。是是是，那我们就直接砸在那个锣上，就是有发出一个就是很类似他们努力拖着很沉重的脚铐的声音。对，我们把泰莱锣很大面泰莱锣放在地上，然后铁链重重的摔下去，那种感觉就是才能够表达他努力的那个有沉重的心情。是，對，不只是在舞台上呈现这个动画的配乐，还有他当时的稍微模拟一下那个场景。对，其实那一年的音乐会除了埃及王子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很知名的动画，对不对？像是犬夜叉。我们刚刚还在节目开始之前问犬夜叉是什么动画。就是日本的一个动漫卡通。对对 对, 對，一系列的，讲很多妖怪的。对，有点类似妖怪。因为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它里面有每个人物也有一些不同的个性跟主题曲，所以编曲家也其实把他们就是串联起来。然后那时候帮我们编曲的就是日本的作曲家和田勋，刚好那一首曲子版就是他写的，所以他特别在帮我们编成打击乐版本。对，非常有意思，他本身很爱打击乐，是，然后也经常帮打击乐作曲，所以在里面你就会看到这个打击乐能够非常完整的呈现整个电影中的那种场景。动漫里面的。对，我相信那个音乐非常熟悉的音乐一响起的时候，场内的观众应该就是很惊喜的声音，内心应该会尖叫吧。对对，所以会有那个冰雪奇缘吗？没有，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一次会有。对，所以这一次是电影的经典电影的配乐。通常我们在岁末的时候，很希望带给朋友们一些比较欢乐的一些音乐，所以这次就叫吉乐蒙太奇。那我们的选了好多首曲子，像是妈妈咪呀，然后还有海上钢琴师，是，然后还有舞娘俱乐部，每一部片都是好想看哦。对，其中其实我们有好多也是现在正在恶补，因为有时候没那么多时间看这么多部片，就虽然很想看这样。这种是不同的经验，听到以后你就算没看过那个电影，
音乐本身就给你画面了，嗯，你就好像可以感受到他当时的在电影中大概要表达的那种感觉跟气氛。对，比如说铁达尼号也是我们这次里面的曲子。对，铁达尼号你们选的是罗斯的回忆的那个部分。对，其实那个电影的音乐一响起，大家就会开始回到那个电影的情境里面去，不管是台上音乐家或是台下的观众，你们那时候选的时候有没有特别自己私心我真的很喜欢哪一部电影，然后请编曲家帮我们编曲，有没有？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在讨论的时候，因为其实因为我们这种岁末年终的音乐会诉求就是欢乐跟温暖为主，所以我们当然要顾到非常不同的族群的各种口味，所以我们除了会选比较动漫类的，例如冰雪奇缘啊，带有一些童话卡通色彩的，或者一些经典片，经典电影片《新天堂乐园》或《铁达尼》《月是浮生路》，这些都属于经典。然后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国片，例如《海角七号》啊，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小小的惊喜，对，有些抒情浪漫片，现在不能先透露，对，就是各种口味，就是。各种族群我们都会照顾到，因为虽然一整场音乐会就是它的取向是非常多元，然后音乐是非常丰富的。刚刚过去的万圣节啊，路上走了大概有80%的小朋友都要扮成 Elsa， 对，所以很红。冰雪奇缘是一定不能错过的，对不对？对，非常的红。我们冰雪奇缘，我们特别邀请了吴瑞然，他就是 LG， 他以前长时间的在奥地利，那我们。之前去欧洲巡演，他也特别来看我们乐团的演出。对，然后他的编曲呢，其实他第一次帮我们乐团编曲，我就觉得那个风格很不一样。嗯，就我们这次找了五位作曲家帮我们编曲，包括是我们驻团作曲家洪千惠，然后卢焕伟，然后还有刚刚说到的这个 LG 吴瑞然，对，然后还有 Koji 跟我们合作蛮久了，那另外还有一个第一次跟我们合作的是法国里昂打击乐团的键盘打击乐团的一个团员叫 Huff， 那 Huff 很有趣，他现在是也是我们以前团员的，现在他是他的老公，就我们的团员嫁到法国去了，对，那。这五个作曲家啊，编曲等等就很不一样的风格。那刚刚说的这个《冰雪奇缘》里面啊，它一开始的这个配器啊就很恬淡，小小的一些东西不多，声响上是恬淡的，然后用很多高音的声响。那其实以我来讲，我之前没有看过《冰雪奇缘》，那我就开始想说，哎，为什么他会这样编曲？后来我们看过的团员就跟我说。他那个时候啊，是他还小的时候，然后后来慢慢的，他的这个音响上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就是慢慢到发展到后面嘛，所以你就可以从这个音乐里面，哎，好像经历了他这个电影里面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作曲家好厉害哦，今年的那个电影配乐的片单里面。有一部国片，对不对？对，是因为我们选了一部《海角七号》，主要是因为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音乐是非常具体的，对，然后给大家非常多深刻的印象啊，不管是就是那句经典台词嘛，是带我走，或者是留下来，对，然后还有很嗨的无乐不作，是，然后还有它的经典就是1945，对，还有很多多有趣的片段，对，跟音乐，对，所以我们选了这部电影，其实也还有其他的国片，不过这就是猪团要给我们的小惊喜，对，请大家进音乐厅就会知道另外一部国片是什么。是大家可能会在音乐厅里面开始唱歌的吗？哦，会哦，可以唱，对不对？对，而且很好听，这会让大家非常期待，有时候会掉眼泪哦，所以大家知道是一部爱情片了，对，然后猪团的音乐家会跟我们一起唱吗？可以吗？如果应观众要求吗？我私下唱给你听好了。一个演奏木琴，一个演奏铁琴，对，那这就是像 Tango 的时候双人舞，是，对，就是这种安排非常非常的巧妙，就是整个乐团跟着他们，那这中间又有两个比较独奏的一个呈现，对，你就真的。光听音乐，你就很像看到舞者在跳舞，然后脚勾来勾去的感觉啦。在这次选的乐曲里面，有没有两位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别弹一下你们最喜欢的一个曲子？最喜欢的，这样就会透露出年代，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我对铁达尼号还蛮有，就是蛮有深刻的感觉的，是因为可能那个时候，
那时候大学是跟初恋男朋友一起去看的，所以看到后来沉船，那但那是其实是一个很深刻的爱情故事啦。只是我那时候在想，因为它其实画面它衔接的非常的紧凑，嗯，因为一开始的安稳，到突然就是撞冰山，然后整个沉默跟后来整个弦乐带出来的那个比较凄美的情境，我会觉得说。电影音乐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其实电影的它每一个画面的情节都非常让观众可以深刻，你可以随着它的每一个起伏，你可能一下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然后一下又就是开开心心。可是音乐非常困难的是，它除了具有画龙点睛的效果之外，它必须随着画面的铺陈，然后它可能。作曲家、编曲家，他可能在旁边是非常精准的读着秒数、读着秒针，或者是底片的格数，去非常精确的去计算，说他如何要在这个可能短短的几分钟内，把这个剧情推向高潮。是，因为你如果就是你如果慢慢酝酿在那边铺陈的时候，他画面已经消失，一下就没有了。所以我那时候就突然觉得说。哇，电影音乐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你除了要配合剧情把观众带入那个情境，然后你还要掌控每一个就是细节跟环节，对，所以我那时候除了对他的，当然他有很多画面很感人啊，那可是毕竟那是年轻的时候，对，年轻时候的悸动跟现在再来看，包括我现在在演奏那首曲子的时候，我都突然觉得整个情境跟心境就有很大的不同了。我们是特别请寇局帮我们编这首曲子，也就是樱井宏二。是，那他来台湾也接近20年了哦。那他编这首曲子，我就觉得也编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他以铁琴，我觉得他的铁琴的部分应该就是 Rose 的角色，就是唱着很多这样的歌。然后另外有一个木琴的部分呢，就很像男主角的一个对话曲子。到后来急转直下，就是就像我们电影里面看到的那个场景，就是要沉船前，那还是有那个弦乐团拉着。像他之前的编曲啊，是前面非常丰富，就各种乐器都有。可是他后面呢，他就变成很像大部分只用木琴，然后来滚奏，然后呈现出一个很像在祷告的感觉。那就是我们其实经常听到的奇异恩典。哒哒哒哒哒。你可以想象，那是真的是，大家都知道那是生命的最后一刻了，生离死别了。对，然后那个哇，我觉得我们自己在排练啊，到那边我都觉得我都要哭了，然后整个鸡皮疙瘩这样起满地呀，掉满地，就是我觉得音乐的力量还是很神奇的，就是说虽然不是像我们现在在看一个影片，你直接看到画面，虽然不是，可是那种感受是到我们内心深处的。对，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办一个这样的音乐会。对，其实我们现在世上的事情非常的繁多，而且我们不管看各种报道各种什么都是很快一直在转换，可是当你听到音乐的时候，你反而是可以到另外一个空间，然后心里面你可能边听的时候，你就会想着很多你自己曾经经历的事情，我觉得那种感觉好棒。所以我们这次在练习的时候，比如说有一首曲子是女人香那这个女人香，佩金老师最喜欢这一首吗？其实我每首都好喜欢，每首都好喜欢，真的都好喜欢。那这个女人香呢，是我们的驻团作曲家黄千惠她来编曲的。那她就特别安排了我们的两个团员静华跟红月，一个演奏木琴，一个演奏铁琴。对，那这就是像 Tango 的时候双人舞，就是这种安排非常非常的巧妙，就是整个乐团跟着他们，那这中间又有两个比较独奏的一个呈现。对，你就真的。光听音乐，你就很像看到舞者在跳舞，然后脚勾来勾去的感觉啦。然后用打击乐来呈现这种 Tango 又更有味道。你觉得这次的这种每一个不同的作曲家他所编的呢，都很有
很有不同的特色。對，那我们自己的团员卢焕伟，他就编了《乐师浮生录》那乐师浮是古巴音乐家的，这很棒，因为打击乐它里面有很多打击乐的素材，像是 clave 是一个 很著名的这种节奏，那它本来就是用响木来演奏的，然后他的热情啊，在这个音乐里面的完全，他就是我就最适合的人选来编曲了。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因为老师刚刚讲到一些乐曲都是情感比较深厚的，会想象到那个 Tango 的舞步。我们看到有一个是妈妈咪呀，它应该是很符合那个我们印象当中对于吉乐很热情。奔放的那种乐曲，对，因为我们这次也有挑选几部歌舞片，像《妈妈咪呀》《舞娘俱乐部》啊，因为这种比较属于就是百老汇就是歌舞的，我觉得可以引起就是大家就是比较有一些共鸣，因为打击乐器它本身它的配器非常的丰富，对，所以我们的音响方面就会非常的热闹。那《妈妈咪呀》里面有一些大家就是耳熟能详，什么《Dancing Queen》啊，还是那个《Money Money Money》，对对，我觉得那个。应该一演奏出来，对，大家应该就会疯狂了吧？对啊，老师，你们有期待台下的观众在演奏到哪一些关键时刻会开始起来跳舞吗？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非常好啊，当然很欢迎啊，对啊。像刚刚他说的这个舞娘俱乐部，好，我们就是请法国的这位 Huff 他来编曲，那。他很特别，因为他们自己本来就是里昂键盘打击乐团，所以他的这个键盘的部分呢是用的很重的，就是很多木琴的一个很多重的声响，然后当然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爵士鼓啦，还有定音鼓啦，在一个在节奏上，一个是在低音上面的呈现。然后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自己边打，我们就自己会边唱了，就觉得好嗨哦。那这首曲子呢，可以看到这个后半段就是所谓地的部分哈，那前段呢是天，那天是用七仙女，就是我们用键盘来呈现很柔美的，就然后甚至我要戴上指甲，然后弹在木琴上，让它发出很特别的声音，对。刚刚老师讲过，猪团在冬季的时候都会带给大家一些温暖的、比较欢乐的。我们以喜乐的心情迎接一个一年的结束了，一些比较温暖的音乐会。去年其实也还蛮有趣的，去年的音乐会里面我们演奏了一首曲子叫做《天与地》，对，难度很高。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乐曲，好不好？好的。好，thank you.
老师，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曲子是《天与地》，是比较后半段的部分。对，后半段的快板。是。那这里也是我们特别委托作曲家张君亮，就是 Pius 中，他现在是在美国的奥瑞根大学任教，他特别为朱团量身定造的。那这首曲子呢，可以看到这后半段就是所谓地的部分哈。那前段呢是天，那天是用七仙女，就是。我们用键盘来呈现很柔美的，然后甚至我要戴上指甲，然后弹在木琴上，让它发出很特别的声音。对，那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我们经常可以跟作曲家一起工作，那他们对于乐团也充满好奇，他们大部分总觉得说，只要丢给我们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完成。所以等一下，老师，你刚刚说弹，对。这个部分比较特别，我还没有听过弹乐器吗？用手指甲，对，用指甲，然后弹在木琴上面，制造出声音。就我们平常是拿着棒子嘛，对啊，不是都这样吗？所以啊，因为用指甲的这个声音又要敲出主旋律，对，然后要在整个音乐厅，你想，2000个人周围其实很不容易，对，所以我后来就带了假指甲，对，因为自己的指甲就觉得好像不够大声。对，老师们最近其实在忙冬巡，其实还。马上马不停蹄的要着手明年新的计划，对不 对, 对可不可以讲一下驻团明年要做什么？我们马上接着是春季公演，那春季公演呢很特别，是有半场是我们在匈牙利演出的曲目。我们在匈牙利的时候就跟四架钢琴合作，是，然后演出的曲目里面还包括一个是坎塔塔，还有一个女高音跟我们一起，然后再来呢是年度公演，年度公演的部分我们是特别邀请了汪琪梅老师，所以我们等一下还有任务，对，等一下下节目之后，对，我们有功课，我们要试一下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让导演先看到。好，冬季乐会有这么多的电影配乐，其实我相信人听到了电影配乐，勾起了一些回忆，就像刚刚佩群老师说的，勾起一些回忆之后，也许有可能我还蛮想要再回去把这部电影找回来看。我想要问两位音乐家，有没有特别你们会想要再回去看的电影？像我啊，我自己看完之后，我就好想再回去看《乐师浮生录》，尤其刚刚老师讲《乐师浮生录》你们会改编的样子，对，让我对于这部电影，我觉得再回去看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佩璇老师，你会想要回去看什么？我其实会想回去看《新天堂乐园》啊，对，因为其实我们在演奏的过程中啊，我就会不断的回忆说，这个旋律是在哪一段出现的？对，那个小男孩碰到了那个放映师了吗？就会开始回想，然后当记忆开始模糊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复习一下？对 对, 对，是哪一个场景？然后那时候怎么了？对呀、新天堂乐园，新天堂。佩璇老师，你想看什么？我想再看一次《乐师浮生录》，因为我对那些音乐家真的觉得很尊敬。是，然后也觉得古巴的这种音乐跟生活其实就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感觉也是让我觉得作为一个音乐人，我觉得这还是一生的一个执志，对，所以我会很想再看一次《乐师浮生录》。老师，我们两个一起去看好了，我们答案一样。对对，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谢谢谢谢。